当下情绪哦，比较惊讶而已吧，就想说我做那么久，怎么会突然一夕就爆红？是客人有变多这样，欸，今年是还蛮意外的，每一年都有去参加大甲妈的，就是回流客，或者是说他们当地的已经习惯说到我这边购买这样。可能就是人家就是觉得说，哦，你就是靠身材取胜啊，我就觉得不 OK 吧，因为想说，欸，我本来做大甲嘛，本来就做很久了，对啊，我也没有想说会被泼啊，还是说怎么样，就大家就平常心啦，平常心就好，因为我本来就只是就做生意而已，所以不用太过于不用反应那么的激烈，因为我本来就很普通。